网恋即将奔现，据台媒爆料，大 S 的现老公具俊晔已经抵达台北，在隔离完十天后，他就会和大 S 及家人见面。具俊晔果然是行动派，昨天官宣结婚，今天就已经到台北，已经准备见丈母娘了。大 S 还回应到，他与具俊晔两人还没见过面就决定结婚了。虽然与前夫汪小菲离婚没到百天，算得上是无缝衔接，但大 S 又果断闪婚具俊晔，果然是个敢爱敢恨的女人。由于大 S 前夫汪小菲经营的 S Hotel 是防疫旅馆，也引发不少网友好奇，具俊晔是否会入住该酒店。而据台湾媒体报道，大 S 的回应是：怎么可能？这太讽刺了吧！大 S 再一次为爱闪婚，为他的勇气点赞，希望两人可以有个幸福的婚姻，一起祝福他们吧。